今天我们来介绍银鱼炒蛋的做法。银鱼是我家上桌率超多的一个菜，煮面都会放些进去。没有鱼骨特别适合孩子吃，搭配鸡蛋更是营养翻倍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准备好所有食材，银鱼干洗净，用清水浸泡30分钟，鸡蛋打出，加上2茶匙生抽调味，鸡蛋拌均匀后加上少许小葱，热锅放油，放入浸泡好的银鱼，银鱼翻炒几下后加入3克盐调味，最后倒食蛋液，迅速翻炒至熟即可。技巧：翻炒银鱼时可加入少许的清水，使银鱼更软些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